公元前205年，刘邦趁着项羽在齐国作战的机会，率领诸侯东征，并占领了项羽的国都彭城。项羽带着30000骑兵回救，将刘邦率领的560000诸侯联军打得大败，刘邦狼狈不堪，逃回关中，诸侯又都被汉归楚。这是张良向刘邦推荐了三个将领，这三个将领又是如何帮助刘邦平定天下的呢？